那这里面呢，有一段呢，啊，这一个凡凡此问人呢，这个点我们再来探讨一下。啊，原文是这样：凡此问人，子曰爱人；问之，子曰知人；凡此未答，子曰。 己之错之狂，能使狂者止。凡子退见子夏曰：“祥也，吾见以夫子而问问之。”子曰：“己之错之狂，能使狂者止，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父载言夫，舜有天下悬重，选于众。” 己这个字呢，要怎么讲呢？这一个不是练高讨，要练高摇啊！这个字要练高摇啊！己高摇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礼众己一饮不仁者远矣。这一段非常的好。 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，孔子当时跟啊樊迟怎么讲？那子夏怎么怎么个领悟？啊，樊迟呢，他领悟力比较稍微比较差一点，所以他听不懂他老师在讲什么。哈、啊、哈，然后呢，他去问他同学子夏，子夏告诉他啊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现在解释这个里面的这一段的注解。 凡此问人，只曰爱人。啊，凡此问孔子的什么是仁？孔子说爱护众人。啊，我们佛教讲，你先去行利他，啊，再来自利啊。所以菩萨行他是这个利他，你先利他呢，自然就会能够开发你的慈悲心出来。 那问之，指曰：“知人。”这个问之呢，就是知呢，就是智啊。凡此又问什么是智呢？孔子回答说：“了解众人，知人就是了解众人。”凡此未答，打就是通达明白。凡此不明白孔子的意思啊。 己之错诸狂，这个己就是推己，推荐、安排，啊，提拔正直的人。这个直是正直的意思，正直的人。错错就是措施的错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意思。呃，错这个错呢，不是错误的错，是采取怎么措施？这个错的意思就是安置、安排、放置。 那么“诸呢，就是“知”疑良”字的合音。“狂”呢，就不正的人，不正的人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：“己知错诸狂”的意思，是说，你推己正直的人，安置在不正的人的上面，让不正的人处于在较低阶的官位上。 他会向上司学习，就是不正的人变成正直的人，能使不正的人潜移默化而变成正直的人。啊，相也相就是想，那么就是以前、之前、过去，啊，富者富哉言乎？富就是有意义，富载言乎？这也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。 子夏这么说啊：“舜有天下選重，选以众；选以众，在众多贤人当中选拔人才。舜得到天下，当了天子以后，他在众贤人之中选拔人才。举高陶，不仁者远离。帝舜呢、啊，就舜帝啊，他。” 当时下面有一位贤臣，非常贤能的大臣呢，叫高尧。高尧呢，他分辨妻子，他公正廉明，分辨妻子。他在办案的时候呢，他有确认罪犯的本领。那么舜帝呢，即高尧之后，天下没有内代换人的情形，天下无内刑。 无冤意啊，因为高尧呢，他能够分辨妻子，所以不会内在刑患。他确认罪犯的犯罪情形，所以他没有造成冤意无冤意。小人因而畏惧而逃避，想作奸犯科的呢，知道高尧在这个地方当官呢，全部都跑掉了，因为他怕高尧，敬畏高尧，所以小人因而。 畏惧而逃避，所以传说高尧造监狱，画地为牢。后来他被尊称为御神啊，监狱之神啊。所以监狱之神呢，要拜谁呢？要拜高尧啊。这古代的贤人，举伊尹，伊尹呢，几亿尹不能者远矣。伊尹是商汤时的贤臣，啊。 他辅佐商汤等五位皇帝，辅佐商汤外秉重任太甲、奥丁五代，这非常不容易呀、啊。所以你你看，这个古代周文王、商汤、舜帝、大禹，老和尚说，这个都是圣贤印化的。 相对来说，他那些大臣贤臣也都是菩萨示现的，所以伊尹呢，他辅佐这五位皇帝，一共五十年。那么太甲第四个皇帝呢，太甲继位的时候呢，昏庸不仁，伊尹呢将太甲流放一同，把把皇帝流放，三年后太甲悔过。 再将他引回复辟之政，使太甲变成圣明的天子。一旦太甲变成圣明的天子以后，不仁者远离，存心不良的人都啊离开了，就是指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一段的白话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凡此问孔子。 什么是仁？孔子说：“爱众人。”凡此又问：“什么是智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了解众人。”凡此不明白孔子的意思。孔子说：“推举正直的人，安置在不正的人上面，能使不正的人潜移默化而变成正直的人。”凡此退出后，即见子夏，说了。 啊！之前我去见夫子啦、啊，我请教夫子什么是治。老师说：“推举正直的人，安置在不正的人上面，能使不正的人变成正直的人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子夏说了：“这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啊！顺得到天下，当了天子时，在众贤人之中选拔人才，己用膏陶之后。” 小人因而畏惧而逃避了。商汤有了天下，在众贤人之中选拔人才，推举伊尹当辅佐，那些小人也自动远离了。这这个讲到孔子凡答复这个凡此问人，在举这个舜帝还有商汤，我们再看看当今的习近平总书记，他的。 他的这个选拔人才，啊，就我个人的观察，他所选拔这个常委里面，都都跟这里讲的一样，推举正直的人，安置在不正的人上面，能使不正的人变成正直人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个整事贪污？ 啊，素摊的成效这么好，就是习总书记把正直的人安置在不正人的上面，整个社会风气全部改善，整个政治风气全部改善。啊，这个是有目共睹，全世界都看到了。所以呢，这一段的演绎呢，啊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距离不一定是空间的距离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是超越空间跟时间的。有智慧的人，他有禅定跟智，他有禅定跟智慧。我们一般叫做三昧。 一旦是菩萨示现的，他有这个三昧功夫，他所做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时间跟空间，他的思维非常的缜密。所以呢，人跟人之间，或者领导跟部属之间，如果让你的部属由小人变成君子，没有德行的变成有德行，无道的变成有道。 想要为非作歹的，最后变成奉公守法的良好官员、良好的官吏。如果使这个领导周围、身边的人都变成君子，现在问题是中国历代以来，皇帝旁边的都没有君子啊，都是小人呐，也不是宦，不是宦官就太监呐、啊，要不然就是奸臣呐、啊。 我们在研讨感应篇会面里面，我们看了很多这种故事啊，所以身边的人都没有变成君子啊，啊，如果你把身边的人都变成君子，那小人就不见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皇帝身边的人都变成君子，那小人就不见了，啊，高尧跟伊尹。 一个是辅佐舜帝，一个辅佐商汤，啊，事实上，你不要看这个是古代的故事，是舜帝都离我们很远呐、啊，这个商汤也离我们很远呐、啊。随便举一下，你现在当局长，你现在当署长，你现在当省长，你现在当书记，你旁边也没有高尧这种人呐、啊，你旁边也没有伊尹这种贤人了，贤相呢？ 你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，你是个董事长，你的副总经理、你的总经理，像不像高瑶、伊尹这种人才呢？所以，我们看古代故事，见古至今，不是说这个故事是古代的，现在不适用。你用高高瑶这种人才呀、啊，用伊尹这种人才呀、啊，所以拥有高瑶。 拥有伊尹不是只有舜帝跟商汤。中国传统化的可贵，可贵在这，我们从古人老老人眼老祖宗的智慧，用在现代的管理，用在现代的领导，那你就得到古人的智慧了，你就得到老祖宗的加持了。所以高尧跟伊尹不是只有舜帝跟商汤才有，我们每一个人。 都可以自己自己做得了主。我们心中本来就有，不要讲说你周边呢、啊，你只要把你自己变成高尧，把自己变成伊尹这种德行，你就是高尧，你就是伊尹。那么你就是正直跟道义的化身，也就是孔子讲的智跟仁。如果又有智慧，如何又有如果拥有慈悲呢？一个会爱护不死的人，爱人。 一个会爱护老百姓的长官，以及知人善任这种领导人才，爱人跟知人，也不是别人呢，主要是讲你自己呢。啊，你自己把人跟智用在自己良心上，反观自省，眼光不要往外看。 在二六史中，守好自家主人翁，就是我们本有的清净智慧。我们这个本自具足的清净的佛性觉性，所谓心外无佛也无魔，一切唯心造。如果你心真的存了慈悲，你就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。 慈悲就没有敌人了，慈悲就没有敌人了。我心如果有人有慈悲心，那么不仁的人自然就远离了；那些恶言也会转成好言；那些心怀不轨的人，他也会离开了。所以，如何远离冤亲债主呢？这一段，其实各位可以好好反思，从自己做起。 如果你能够按照孔子讲的这样去做，啊，那你就把老祖宗的智慧用在现在的日常生活。嗯、再来阴阳啊，阴阳所附啊，以人能未能无心呢，终为阴阳所附。 阴阳是指宇宙间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，指天地间化生万物的两气。那么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啊，有一段就是啊，人未能无心呢，终为阴阳所负，安得无数。这一段呢，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段这个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就是人不能够到达。 不起心不动念，人不能够正得念不退。用佛家角度来角度来说，什么叫无心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、哦、其心，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念不退了，还不能够正得法身。以前你终究会被阴阳所缚，怎么可能没有定数呢？这个意思啊，所以。 我们广经老和尚讲过一句话，就人还没到开悟以前呢，这个世间的金木水火土啊，还可以控制你哈、啊。你要看坐向，到底是坐北朝南还是坐东朝西，这叫阴阳守护啊，你还是比较讲究风水啊啊。但是人一旦开悟以后，风水没有用。就像老和尚讲个笑话，这个香港大埔啊。 老和尚那个道场呢，其实道场不像道场，住家不像住家，啊，老和尚那个大埔，如果郭有去过的话，那个大埔那个教学楼的对面就是一座山头，那个马路是很很小很窄，那开门就见山了。那按照风水学来讲，没有什么前面是明明堂啊、广阔啦、啊暗山了、啊，什么都没有哈。那弟子就跟老和尚说了。 老和尚啊，那我们这个门开门就见这个山的，而且还有棱有角的，这风水不是很好呢？老和尚说很简单啦、啊，在我们的教学的上方写南无阿弥陀，佛，就破掉了。<laughs> 所以你到香港大埔啊，那个教学的上面就是南无阿弥陀，把这风水就破掉了，就变成好风水了。圣人住在那边还讲有什么风水了，老和尚就不被阴阳所缚啦。所以老和尚他为什说，他为什么？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，后来又延到四十五岁，像现在九十二了呢，超过两两年了呢，你再变成第三轮了呢，啊，老和尚改变定数，他改变定数，创造变数，他不会被数所拘束、所束缚啊，那阴阳没有办法束缚他，啊，老和尚就见视线给你看了，啊，表给你看，你要随他，他不管钱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你就随他这三点。 啊，至少你你你学一条嘛，啊，不管钱，不管人，不管是你至少学一条，那你还可以得到老和尚的三分之一的功德啊！如果你三条都学了，那你跟老和尚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我还没有解释这个白话以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先来讨论一下哈。人没有办法到达无心的时候，终为阴阳所护，安得无事？ 老和尚说：“了凡先生向银谷禅师请教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说明树的道理呀、啊。我们今天学引了完《了凡了凡四训》，我们就是要了解树的道理到底从哪里来的呢？人为什么会有命运呢？为什么会落在树里面呢？人如果到了无心，就超越了数量呢？” 袁了凡先生也没有到无心呢？没有啊。讲白了，他他还没有看破啊，他还想求儿子啊，他还想求什么？他想求功名啊，他还想求延寿啊，啊，他没有无心哦，他只是什么都不想哦，他都是不要想，因为他被算定了，被孔先生算定，过了二十年都定数的生活啊。 所以他什么都不要想了，因为想也没有用嘛。反正只有算他到活到五十三岁，八月十四号，八月十四号丑时嘛，命中没有儿子嘛，那想有什么用呢？换句话说呢，他是标准凡夫，他还是有一个妄念，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想。这个妄念，有这么一个妄念呢，这个妄念妄念还在，还有心呐、啊，有妄念就有生死啊。 有生死就有轮回啊，并不是无心呐、啊。所以呢，阎了凡常常心里有一个念头：我这一生都被算定了，一生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以他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无心。既然没有达到真正的无心，那就被阴阳所绑住了，为阴阳所缚了，怎么会没有定数呢？ 啊，数就是数量，以数学的原理推演出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甚深禅定不是一般世间人所有的。活门里面像黄布禅师，他是在定中所见的境界。这个是老法师提到，我稍微提一下黄布禅师哈，因为老法师有提到，我就稍微介绍一下。 黄布禅师呢，又叫黄布西印大师，唐代高僧，福州人。幼年的时候呢，在福州的黄布山出家。他相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额头呢，额头真间隆起有一个圆珠，身高七尺高。他生性淡薄，精通内外诸典。内外诸典就是佛经跟其他的一般的世间的书。 啊，那么黄檗禅师呢，他是开悟的圣僧。有一次呢，黄檗禅师在礼佛，那么大中禅师呢，见面就问他了，问黄檗禅师了。黄檗禅师呢是开悟礼佛的，他这是他道理悟透了，他还是不会世修。也就是说，你纵使开悟，你还是要挑柴运水，还是要做事啊，啊。 开悟是一无所住，早生极心还是要利益众生啊。所以黄檗禅师他不会不会是素修，他还是继续礼佛啊。那大众禅师见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了：你既然已经开悟了，不找佛求，不找法求，不找生求，你什么火用？你何为？<laughs> 我们不是要顶你三宝吗？他说：你既然已经开悟，你就正得自信三宝嘛。 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还求一个佛，或者我要求一个法，或者我要求一个高僧，你还不能有所求。要要到什么？要到离一切相啊，行一切善。要离开偶像、人像、宗教、受者像，对不对？大众禅师就问他了，他说：“既然不找佛求，不找法求，不找生求，用理和我你还离什么佛呢？他离什么佛呢？” 黄波就打他一巴掌，黄波赏他一巴掌。哎，我这个也是不早喝酒，不早法酒，不早圣酒，常理如是事,事啊。我打你痛不痛啊？如果你说我不痛，你是被木头；如果是打痛，你还有决心。好，这个是禅宗的公案，很有意思，各位好好去参了、啊、哦。就是你道理懂了、啊，你要做到，你做到那个。 佛经那个开悟的境界，你还是跟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啊，你还是一样不会这个世修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所以黄伯禅师就赏那个大中禅师一巴掌说，说不，这个也是不找火球，不找法球，不找生求，常理如是是啊。好，这个这是题外话哦，这讲这个笑话给各位听的哦。 好，那个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继续把刚才老和尚讲的部分，我们把它讨论完。啊，因为都在禅定中呢，时空都突破了，时空都突破了以后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自成一片，全部都看到了，那是决定的真实。 也就是，如果你入到这个禅定以后，这个圣生,生禅定，那么阴阳就绑不住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全部看到了，那是决定真实，一点都不会差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未来的事，不是靠推算的，而是眼前亲见的，所以见到自信见到的。这要相当的功夫才行啊！ 在佛门当中啊，至少三股阿拉罕以上的，他们才有圣生禅定，能够见到过去未来，这是不会有错的。以上呢，我补充这一段是老法师讲到“阴阳”两个字的时候，他做这样的一个开示啊。